在电视剧《我是特种兵》中，米谷这个角色也备受关注。在原著小说中，米谷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姑娘，她就像是红玫瑰，魅力四射，夏初就像是白玫瑰，永远单纯美好。这两个人是好朋友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夏初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比较大胆的事情，毕竟米谷的思想很开放，他也觉得夏初不应该活得特别刻板教条。在原著中，米谷和夏初第一次去酒吧，米谷怂恿夏初主动跳舞，夏初本来就学习过钢管舞，所以也主动上前跳舞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夏初还遇到了坏人。在电视剧版本中，这段剧情可能因为尺度比较大，最后被删除了，这也是剧中最经典的一幕，很多观众都表示十分期待。当然米谷在剧中也不是那么美丽了，因为她给人一种很臃肿的感觉。杨舒之前也主演过一些作品，但是都没有什么大的水花，这一次她在剧中担任配角，给人一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杨舒是真的老了，她不再年轻，是演年轻时髦的小姑娘，确实有一点点力不从心。米谷和夏初确实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是米谷每一次见到夏初的时候，其实也都会说一些自己工作上的事情，夏初也很想帮忙，这两人还真的因为卓然的事情产生了共鸣。米谷对卓然属于一见钟情，虽然米谷嘴上说着不在乎，但是他的种种行为其实都表明自己非常在意。他在知道卓然是夏初的初恋之后，第一反应很不正常，因为他也想试图欺骗自己，这样就可能跟卓然有后续的发展了，很可能卓然并不喜欢他这样的类型。接下来米谷的一些行为也真的很让人无语，毕竟米谷和夏初是多年的好姐妹，她不应该对夏初有所隐瞒。米谷对卓然爱得很卑微，她怕被自己的好友发现。后来米谷趁着夏初不注意，对梁木泽的药瓶动了手脚，虽然这些药起不到坏作用，但是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，他的这个举动也表明，此时的米谷已经选择了卓然，为了得到卓然的重视，他不惜出卖自己的好朋友，但是卓然显然不领情，他认为米谷这是一厢情愿，男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女人，总是非常无情，米谷做再多的事情，也换不来卓然的喜欢。米谷这个傻姑娘也真的很可怜，她其实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，但是她选择了背叛好友，爱上闺蜜的前任男友。其实米谷的结局也一目了然，米谷后来很可能再次被卓然利用，即便米谷迷途知返，她和夏初之前的感情也再回不到从前，而卓然也不会真的在乎米谷。他从始至终在乎的人一直都是夏初，米谷就是一个牺牲品，女人还是要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，对于不喜欢自己的人，不用试图用自我牺牲的行为去感动别人，这样的行为到头来感动的也只有自己罢了。